的麻将规则一样吗？还有打法不一样，也不一样吗？但基本上都是血战到底。我也是四川的。你也是四十川的？他南充的。啊。老公，我们可以换个语言来沟通。要不要来一句？我们三个来加密一下。来来，整一个，整一个。我也听懂。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那你们会一些四川方言的 rap 吗？会，但是一般都不太能播。我知道你说的哪一个。老子都不想播。汉姐年会的时候唱的，年会的时候汉姐表演过这个节目。真的？在有董老师在的场合下，汉姐表演了这个节目。哎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没印象。那我还没来。哦，在我跟滕总，滕总唱的凤凤凰传奇，那有机会可以表演一下。我们是一个组合，是吧？对。